不能打了，干！三个都是同学，你看你打来一身衣服弄脏，要好好的相处噻。三个都不准打了，好好回家去。以后要当好兄弟，好好的相处，听到没有？你看这些好危险嘛，这些石头先弄多发，在这打伤了咋个办？今天都放假了，高高兴兴、平平安安的回家噻，听到没有？在科普的过程当中，就看见两个小朋友在外面抓扯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推我一下，我推你一下，然后后面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小朋友被按在地上了。当时那个路边也在搞维护，底下有很多的石块，怕他们有危险，然后就过去制止了一下。几个小朋友他们矛盾也不大，就是因为有一点小物品进行了一个抓扯。后面我让他们先回家，然后我自己也跟踪了一段，看他们后面都还是比较友好的走回家了，我也去忙自己的工作了。